好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更新一下我这套厨具，从Amazon 买的这套厨具叫 Green Life， 就叫翻成中文就叫绿色生活，对吧？这套厨具我用了大概有一个月了吧，觉得超好，相当喜欢。那个今天做的是平鱼，从那个九九大华买的平鱼，然后呢，里边放了有茄子、柿子椒、香蕉的那种。就还是另外的那种椒，就我自己种的，就那种小的，可能叫野山椒，然后还有放了一些就是西，这个不是香菜，但是就是说意大利的那种香菜，不知道叫什么中文，还有就是有放basil和那个 rosemary， 总的来讲味儿相当不错，用这个做出来，好吧，今天就给大家更新到这儿。